你家东西不错，但是有点贵，别人家的和你家差不多，价格比你家便宜。经验告诉我们，像但不代表一样，区别大了去了。如果您在乎的是品质，请尊重它的价格。如果您想要的是便宜，请接受它的缺陷。物美价廉从来只是一种营销手段，从古到今都。大师，你慈悲为怀，你就放了我一马吧，好吧？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？什么当当当？就是。如果没有钱，啥事也不能办啊。